你们有没有看到那头爱犀牛在那边？正前方，水牛的后面。这只因老母啦。哦。这伊因老母回来，你看这只牛仔囝就走去啊，吼。哦。这只下早无过啦。这只因老母啦。哦，规阵拢咧过来啊。哦，欢喜狗，你看，要食奶啊啦，你看，呵呵。哦，出咧落雨。现在嘛，等这道啊吼。哎、欸，哦，真大气。啊，遮水也较好。哎、欸，搁一个高处吼。哎、欸，还搁出来呢。哎、欸，唯一可惜的就是没有阳光啦。哦。今天现在没有阳光。等下是咱走较紧啊，伊走较紧，等下就落雨啊。哎呀，爱心鸟起来啊、哦，你有看无？爱心鸟。你对面遐、啊。在。啊，对。那一只是他妈妈啦。对啊。啊啊，要食，敢无爱找一个较好？无，这只钓真久啊，伊下早无带过，啊，因老母伫对面，啊，因老母钓开过来尔，伊就现去食冷啊，你看。这是妈妈，我跟他去捡。那当然是妈妈，不然你不是你的小孩，你会喂他吗？对啊。哦，超美，今天超美。这段水啦。哦，水牛爬过来啊。水牛来，会不会在中间泡澡？所有的这个景哦，吃草那个都不好看，就是要聊 K 比较好看的、啊。哦，哎、欸，啊，猪狼底下的狗。哎、欸，你看那个，主人在那啦。对啊。欸、那个小狗狗，哎、欸，你看它来不及了。小牛啦。它好饿了。有了，有吃一点的啦。有吃一点的啦。它、嗯、还是好饿。不油哎，看看多久了吧。哎呦。简弟，我们商量一下，你过去帮忙拉一转。哦，对。啊，算了啦，那个牛上来了就不要过去了。杰宇，你吓死了！杰宇，好了，那个杰宇，你回去了，你回去，你不要过来。杰宇，你回去！哎、欸，你看丁丁在那怎么办呢？等我打攻击。不急的。攻击死人。这个哈、哦，现在这个景哈、哦，你们就是最好是用录影的。说实摄影很漂亮、啊，嘿嘿嘿，不然你这个哈、哦、要用拍照的哈、哦、不好拍啦，太大群了，会断头断尾。嗯。爱心牛嘛，不是那个是怪怪的，什么鬼？还是你看一团水牛哎，爸爸。对，那水牛坐下去了、啊。哦，水牛，我最爱拍水牛。水牛比较有表情哈、哦。对，它的表情动作比较多，然后黄牛是扑个脸。哎，真的。拍牛拍那么久的哈，你注意给他看，那黄牛它是扑克脸，它没有什么表情。水牛表情动作比较多。水牛不要点，水牛外面就点点，后边嘛就点追牛了。你每天都会来吗？没有每天呐、啊，我要上班要假日才有空可以来、啊。哦，你们比较 lucky 啦，刚好来，刚好牛要上来。牛都要有一点，对它一点，要了解尊重。牛哈，不管是养的还是放牧的哈，多少都有野性，还是要注意的。那你要去哪里？嗯，快点！你不要太过分，我穿短裤，你穿长裤，你还跟我们聊天呢？哎，爸爸，你看那衣服。